哈喽大家好啊，下面呢和大家一起呢聊聊这个邦瀚斯的这场拍卖。其实从这个业界来讲啊，对于这场拍卖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东西呢真的是因为东西呢真的是不错。大家知道啊，其实从这个全球的这个拍卖市场来说呢，最近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滑坡，或者说呢由于这个经济问题，由于这个国际贸易和国际这战争的问题，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这个拍卖市场价格的一个滑坡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德国的这个邦瀚斯这场真厂啊，实际上表现出非常高质量的一批器物，无论是从瓷器还是书画还是这个佛像，都表现出了这个很少见很新鲜。因为呢从行家的角度说呢，看这批这个拍品啊，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它的这个新鲜程度，就是以前呢没有怎么露过面，那这次呢是这个像邦瀚斯的介绍呢，是德国的一批这个同一藏家的这个收藏，也是集呢这个几代人的一个收藏。所以这批东西呢从这次露面来看呢，我们看这个眼前一亮。那这场拍卖为什么在这个巴黎来举行呢？其实也是有它背后的一些原因。这批这个器物啊是在德国的一个藏家的这个器物，按照以往啊，比如几年前的一个方式，往往呢会赶在这个伦敦举拍，用瓷器开场。因为呢瓷器它本身的这个盘面基本盘呢是比较稳的，而且呢是最受这个全球化藏家关注的，也是呢这个国内行家关注度最高的一批器物。所以这批器物的开场一般呢也会反映出呢这个真实的一个市场水平。其实呢这个国际间的不同的拍场之间啊存在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呢，哎，你这边先拍，拍完之后我拍，我拍完之后别的这个地方再拍。这种默契呢其实呢是跨大洲跨大洋跨时空的。你看上周呢是这个中国嘉德这个四季小拍刚刚拍完，几千件的这个货物释出，然后现在是这个伦敦艺术周，在这个短暂的间隙之后啊，马上就该进入这个北京的新一轮这个秋拍，大陆的新一轮的秋拍，所以这是一个艺术品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板块。在这个情况中呢，最有幸的是谁啊？最有幸的其实是藏家，就真正想收藏的人。以前呢，我们去买这个邦瀚斯的这个东西啊，很难，你要千里迢迢的这个到欧洲，那这个巴黎邮寄错了，人说是在伦敦，你还得到这个英吉利海峡对面去伦敦去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叫千里买多人爱，甚至说是这个我就去胡获得。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价格高没关系，咱先开始参与，咱跑跑流程，咱把这个玩法玩通，真遇到这个心仪的这个拍品的时候呢，哎，真是咬咬牙一上手就能干他一件。当然呢现在这个古玩啊，虽然说呢行情呢在稳步下跌，但是要买一件好东西也不那么容易。以前100万的东西现在可能60万了，当然60万也是个钱。所以说呢像这场这个邦瀚斯拍卖呢，我们呢要评估它一下这个东西方行情的一个差异。你看我们看这个拍卖已经开始了，现在是邦瀚斯的这个拍卖师呢正在拍这个第一件这个拍品。我们看能不能如果下滑一下能看到它一个正在拍的一个滚动一个价格。这件器物呢是明代嘉靖官窑的一件的青花松竹梅纹盘，这件器物呢是落有这个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六字双行楷书款，在它显示应该是已经开始了。那边现场有那个有价格变动吗？它那边它是只有一个视频还是有那个价格变动？对，因为呢这种嘉靖官窑盘呢是特别经典，它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呢应该是有两块，一块是这个嘉靖的，一块是万历的，所以像这类器物呢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官窑名品，尤其呢是明代官窑名品。这件器物的质量很好，它整体呢呈现出一种呢这个非常典型的回青料。我们说呢根据江西这个大志中记载啊，十字青呢和回青呢是相互配比使用，十字青多呢则笔露明晰，而这个回青料多呢则色散而不收，所以说呢往往是十字青和这个回青呢分家。那这件器物其实呈现出一种非常典型的嘉靖时期的这个十字青和回青相互配比的一个状态。那它的这个回青料是很多的，回青料是很多的，所以颜色呢是非常的这个蓝中带紫，非常明艳的。好，我们看呢可能这个在巴黎的现场也在进行这个调整。其实在这个老外拍的过程中啊，你其实可以想象不到他们拍卖节奏特别的快，他们还是延续一种的这个
比较传统的拍卖的形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中国的拍卖呢，主要呢是在网上进行，要等线上的这个客人就比较慢。那这个按照传统老外的这个拍卖形式呢，他们就是现场和这个电话委托，电话出价，所以说呢这个节奏很快，所以说一定呢是要通过呢这个现场有人的这个帮助出价，才能实现呢这个真正参与的这么一个状态。明嘉靖的一块呢，这个松竹梅纹盘呢，这种盘呢，其实在国内市场呢，一般呢是在1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一般是在1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因为这件也是品相良好的，这个传承有序的，而且是这个回青料的。那它这个3000英镑起拍呢，我们按照人民币和汇率啊，要考虑加上一个25%左右，都是这个7.3左右。那这样的话呢，加上一个30%的佣金呢，大约呢，它显示那个数啊，你加一个零就是人民币。所以说，一般我们这个从国际拍场呢去买东西，要有一个对价格比较敏感。这个敏感什么呢？就是要估价。你要估完价之后呢，才能这个参与比较精准的一个拍卖，因为要考虑这个佣金，考虑运费，考虑这个关税的一个价格。所以你看，现在价格已经起飞了啊。从3000这个欧元起飞，因为它是在法国巴黎，所以用的欧元这个结算。欧元这个起飞，我们估这个盘子应该呢是在这个1万欧元左右到15000欧元左右，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区间。如果呢再贵的话呢，国内来讲呢一般就没有这个没有空间了。如果没有空间的话呢，一般国内行家呢就不会成为这个接盘侠，往往呢会有真正的藏家或者说大的买家在集中的这个吸纳这种重要的明代官窑器。这些器物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大拍上重点宣传呢，其实30万左右的价格也是有的，但我们给它的是一个基于现代市场的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估价，就是考虑呢应该是在这个15万人民币左右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对应这个欧元呢可能在15000欧元左右，差不多会这个落锤啊，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估价。你们现在到这个10000欧元左右呢，也是接近的一个它的可以说是一个门槛啊，现在也是在最后。这个行家都在考虑啊，现在价格已经到这个9500欧元，没到10000欧元，在这块儿已经这个卡住了，加上佣金的话呢，可能也要在12000欧元左右。你看，这10000欧元就变成一个大关了啊！10000欧元实际上是对应1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大关了。下面一件器物呢，同样呢是明代的一件的这个嘉靖晚礼时期的青花八仙纹碗。这个碗呢之前呢其实也有关注，它是落有这个大明嘉靖年制的这个款，但这个碗呢它就有点呢这种官达民烧的意思，因为我们看这个款写的有点粗糙，它是有点这个官达民烧的意思。因为呢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呢，它是讲究呢叫官达民烧，实际上是对景德镇窑窟的一种盘剥，也就是说呢官窑想要烧造器物，它不是在官窑的这个窑窟里烧造，而是在这个民窑的窑窟里烧造，然后选出质量好的选走，质量一般的呢就会落选，或者说呢这个国家是不要的。所以像这类器物呢，它的价格呢就没有之前那件呢很典型的官窑器含量高，所以现在这个价格呢，你看在这个4000欧元折合40000人民币左右，就很难再有一个这个上升空间了啊，因为呢这种呢是官达民烧器，虽然有款，但实际上不是这个官窑款，而是这个官民结合的款。这个呀，就是分三种认知。第一种认知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市场认知，就把它当官窑卖，一定要说这是官窑。边还有一种认知呢，就是说呢，这个纯学术认知，因为这东西不是官窑啊，它呢是一个这个纯民窑器。还有一个呢，就是结合这个当时历史背景，这种是典型的官达民烧，它既有官窑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也有呢这个民窑的生产的质量在里面，可以说是两种一个结合，价格呢也是介于官窑和民窑之间，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关注到呢，前不久啊，香港苏富比有一件最重要的拍品，当时宣传了很长时间，是一个这个乾隆蓝地儿珐琅彩的一个碗，临拍卖当天撤拍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呢，像这种重要的拍品啊，它如果在拍前还没有确定有人要买，把它撤拍掉呢，是避免有一个流拍的记录。因为呢，一个拍品一旦流拍的话，多少呢是让这个委托方呢心里不舒服，也会影响他未来几年的一个正常的交易。所以这场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拍品啊，一开始预展时我们看得到，本来想吃瓜看看东西拍多少钱，结果呢却不能这个如愿，临到拍卖的时候呢他撤拍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整个的这个拍卖行业啊，它对于未来呢也确实是不乐观，有一些高估价的东西呢
会存在就是找不到买家，那我就撤拍掉这么一种情况。国内的拍卖行也会有撤拍，文物局啊，或者说是有这个东这个东西有可能涉嫌出土出水啊。那那年器物确实拍的不贵，按照这个以往的行情呢，10万以上是肯定要有的。那现在只是拍到了这个大几千欧元啊，这个价格其实离我们的预期肯定是差得很远的，因为刚才画片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画片。这是一个笔筒，这是一个康熙时期的笔筒。我们现在实际上像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看球，对吧？刚看球，你有时候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咱现在呢是看球带解说，哎，吃瓜群众呢，咱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咱们呢看看这个门道。那门道是什么呢？它实际上这个看一场拍卖啊，这价格能涨到多少？我们有没有一个预期？有没有一个判断？是否符合我们的这个市场，一个发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轨迹？这个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康熙笔筒呢，现在拍了这个7000欧元，就合呢是这个7万人民币，这个价格呢也是啊稳中有降。因为这个笔筒呢，它没有后天磕碰，品相良好，但是呢也没有特别出众的画片，不是画这个人物的，是画花鸟的。花鸟里边呢属于画的比较中规中矩，比较标准的。这么一个笔筒呢，如果是人民币10万左右的话呢，其实也很正常。但是现在这个7000欧元和7万人民币呢，感觉这个价格呢略低一些。因为这件器物啊，我之前也关注了，质量一流，没有这个后天磕碰，颜色呢可以达到翠毛蓝，可以说是墨本五色，画的相当不错的。而这个价格呢，其实呢是有点的失望。但是呢，要指呢这个东西，能达到多高的价格呢？其实它的价格空间呢也是有限的。其实下边这一段东西特别奇怪，大家猛一看，哟，这什么东西？两个这个棒槌啊，还是这个擀面杖？其实啊，这个都不是，这是一个笔杆儿。这个笔杆呢，其实离我们现在生活比较远，因为呢，它呢是古人写字，还不是写一般的字，是写大字。为什么大字呢？因为它笔头特别大。以前呢，要把这个羊毛啊，叫羊毫或者狼毫呢，放在这个笔头当中。这个大人写大字，尤其呢是像这种笔杆呢，它虽然没有款，这件是没有款的，但是是这个官窑级别的这个东西。因为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个呢康熙写字图，画的呢是大约十几岁的康熙皇帝正在写字，那手中拿的笔呢就是这么一种笔，就是一种呢青花瓷烧造的斗笔。这个斗笔呢就是头特别大。它的这个低估价呢是15000这个欧元，就相当于15万人民币。现在呢，在这个低估价范围内呢，又出了，其实呢，应该也是成交了，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不是很满意，因为这种斗笔呢，以前我们也卖过一对儿的啊，就是卖过大约是100万人民币左右的价格，所以说呢，这个缩水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这种斗笔呢，虽然没有款儿，但是一定呢是用于这个重要的书写，因为它头大，头大呢就说呢，你得写匾额或者说是写这个。比较巨幅的这种书法才会用得到。下面是一件德化窑器物啊，德化窑器物，我们看看它可能会流拍，因为现在呢是在5500欧元。你看5500欧元，你看上去是有人出价了吧，看上去是成交了吧，但是呢，这个呢是刚开始拍卖师的一个虚喊。为什么叫虚喊呢？因为它的估价呢是从6000英镑到8000英镑，它如果呢到5500了，前面没有人应价的，就没有人应到这个6000这一口。有可能这些东西没有到底价就会流拍，就晚期。因为呢，这个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有个特别大的差异啊，就是咱们这个成交价，说实话多多少少有些水分的。但是在这个国际市场上，比如说呢，像这个香港，包括香港，包括一些欧洲、美国的这个拍卖市场，它的价格其实是含的这个水分很少，就是这个基本上在国内有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你专业人你看不出来哪个真卖哪个假卖。这跟看什么时候呢？你看那个中国足球，对吧？你看这个拍卖也是这样。拍卖呢，其实最关键是什么？内行你看看门道，就这个东西卖没卖，它是不是符合这个价格区间卖的？这些信息呢，都会通过这个分析，然后得到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落地。有些呢，你看不出这个价格，那种拍卖咱也不看。那像这种国外的，像这种这个邦瀚斯，我们说呢是全世界第三大这个拍卖行。它的这个职业操守和这个拍品的质量，包括反映出的这个市场，价格的这个区间，其实是值得我们呢去。它其实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个拍场有没有突破，一个是它本身的这个法律和这个经济结构体系。你像为什么说是它要撤拍很多，对吧？就按照你的拍卖操作的话，你这个直接点一口做一个成交，不也挺好吗？对吧？但他为什么要撤拍？临开拍前还要撤拍很多件东西，就是说避免场上没有人应价，造成真实的流拍。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技术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邦瀚斯拍卖行呢，在面对现代市场情况下呢，表现出的一种压力。
其实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拍前这个扯拍，要万一这个拍卖的时候有人这个出价了，有人这个硬一口价了，对吧？这不就卖了吗？所以说呢，大家呢都是对比价格，在我们简单的对比下，你会发现同样的东西啊，国内价格可能要高出2倍到3倍，但国外价格呢就会便宜很多。所以说愿意到这个国外去拍，实际上呢，对于有经验的这种行家来说，这样呢是有一定利润空间的。但是对大多数的小白的话，要依托呢一个这个好的帮手、好的这个平台，才可以实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呢，国外拍卖呢，它至少有付款问题吧，有运输问题吧，谁给你查品相啊？需要这个详图啊，然后最后这个东西买的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一样，谁帮你去做这一道道的把关，其实这都需要一个这个好的平台去帮助和维护。拍的几件呢都是德化窑的东西，德化窑呢其实呢在这个欧洲市场啊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呢早在呢这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大量的这个福建德化窑的白瓷销往这个西方，成为这个西方呢特别喜爱的这个中国瓷器品种。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官窑在这个西方市场上可能会跌，但是呢一些德化窑瓷器呢会比较坚挺，因为呢德化窑的东西呢本身欧洲人就喜爱，它以单一的这个洁白作为自己的品牌，赢得了这个17世纪、18世纪欧洲人的青睐。所以说呢，像这种德化窑的器物，尤其刚才那笔筒拍了这个5200这个欧元，这个价格可以说不错。为什么呢？以前这种笔筒卖的好的时候也就6000到8000欧元，所以说这个笔筒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这个跌幅的，基本上抗跌的。下面我们看呢是一件德化窑的这个观音像，这个观音像呢它的这个年代呢是在这个康熙时期，也是呢由这个德国的重要藏家呢这个收藏的一件器物。这种德化观音像呢有时候我们看价格呢就会看的不是特别明确，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它的品相。德化窑的器物呢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价格决定因素是品相，全品相的这个德化窑器物呢17世纪的就是这个明末清初的价格就会很高，但是呢传世到现在2-3百年难免呢会有一些这个磕碰，所以说这个呢会成为影响它品相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件器物的高度呢是接近20公分，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德化窑的这个尺寸。在这个时期的这个德化窑的高度啊，一般的都是20公分左右，很少有特别高大的。原因是因为呢德化窑的这个胎比较软，它不像景德镇的胎呢是有这个高岭土二元配方，使得器物烧的这个高大之后呢也不会呢这个倒伏。但是呢像这件器物呢它呢就是一个呢比较典型的德化的这个瓷土制作的器物，它呢如果烧到完之后呢会在底部呢有很多的这个窑峰，这和它的工艺有关。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这种德化的瓷土就不会说特别大。那这件器物我们看呢也是有很不错的一个艺术展现力，现在的价格呢是9500欧元，就说明呢还是有很多人追捧的。因为这件器物呢它能准确断在康熙，往往是因为后边呢可能有这个明确的款制，加上呢有这个德国藏家的这个收藏，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已经呢是不错的一个价格了。当然以前呢像这种德化窑观音像可能过10万呢是比较轻松的，但现在过10万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卡。而且这个是观音啊，观音是最受这个欢迎的这个瓷塑类型。下面呢我们看呢是一个布袋和尚了，这个布袋和尚呢其实价格呢往往就会低很多了，它不像观音的这种表情啊开脸啊深受这个东方人的这个喜爱，像这种布袋和尚呢它对应的市场价格呢可能用的是同样的工艺同样的年份，但质量和这个价格呢都会要低不少。所以我们看这件器物到底能拍多少，高度呢是14.3公分，这个尺寸呢也不是太高，是一个这个小号的一个这个立像。器物呢断在18世纪，对应的呢是康雍乾三朝，刚才的那件可以断的比较准确的是一个康熙时期。那这你知道以前像欧洲买一件东西有多么的这个费劲，现在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平台就可以帮大家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以前呢你要是想上这个欧洲去捡漏，那真的呢你要亲自到在那儿，而且还得这个当地的语言，它这个厂说的是法语啊，都是一个个真实的这个壁垒。那现在万里以外夺人爱的这种技术上的操作，所以大家呢也要感谢呢这个时代呢赐予我们的这种在艺术品收藏上的这个便利条件。如果很多人呢没有关注到这场拍卖的人呢，确实呢会错过好几个亿，因为刚才几件器物呢拍的都不是特别理想，价格呢还真不是太高。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藏友啊兜里有没有这个闲钱，因为呢在这个大的这个社会环境和经济背景下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钱紧张，
但是从古玩收藏呢，要有远见，要有10年的、20年的、甚至100年的这种高度去看待这个古玩市场。因为我们呢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焦虑，但是我最近呢和几个这个行家啊去分析，古玩市场是1000年以来就没有崩盘的一个市场，它会有大起大落，但是不会有崩盘。所以说只要买的对，东西买的好，放一段时间，或者说呢是留一段时间，当一个真正的藏家，一定呢会在时间上和这个兴趣爱好上给你以一个真实的回馈。所以说呢，像现在的这个市场呢，可能啊，我不能说这个百年难遇，至少呢是5年以来难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在这个时机上呢，大家可以呢去这个捡捡漏，可以呢去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爱的一个问题啊。古玩和两个因素一样，一个因素呢是金融，一个因素呢是人才。人才永远向重视人才的地方流动，金融一定向这个有低洼的、有钱赚的地方流动，而古玩呢，一定呢是向这种呢，重视文化并且有钱去收藏的地方流动。这个呢是放眼全球的一个大的循环，它会不断的这个产生我们见到的所有的这种古玩现象。当时卖出去是因为我们缺钱，现在买回来是因为我们有钱。当时卖出去呢是因为我们在文化上没有重视，现在买回来呢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古代的这个文物艺术品呢有一个真切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它这个合理的。关键就看你内心是不是真的喜欢，愿意奉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收藏一件器物，或者是收藏几件器物。德化瓷啊，其实在拍卖市场上是特别不吃香的，就是容易，就是不吃香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人没有看到实物，很难理解这个白瓷的美。以前我们有个这个电视广告啊，叫这个爱斯基摩人眼中有这个1000种这个白色。其实这个用在德化瓷身上也不过分，同样是白色，有的是白中闪青，有的是白中闪黄，它的细节刻画，它的人物的这个线条的把握，往往上手呢才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发现。所以有些这个单色釉器啊，在这个和青花粉在竞争过程中啊，它是有一些不占便宜的。尤其呢，这种德化瓷器物呢，在这个国际市场捡漏的空间是很大的。除了刚才一两件德化瓷拍的价格不错，有人争上去，大多数德化瓷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这个问津。所以说呢，从收藏的角度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的话，就是德化窑和这个青花瓷相比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现在福建地区的这个德化的藏家呢，反而是最多的，因为他们呢本身呢是在这个福建德化一带关注这个品种。但是像景德镇的这个瓷器呢，它更多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收藏，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还是呢这个日本，其实都在收藏中国瓷器，它的这个受众面就更广一些。说这个德化瓷呢，要关注几点。第一呢，是关注它的年份，是这个明还是这个清早期，还是现在有时候也有很晚，就是民国以后的也有。要关注呢它的这个品相，因为白瓷呢，如果有磕碰修复之后呢，不太容易能发现，所以品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价值的这个点。如果这几个点把握的好的话，收藏德化瓷呢，不会犯这个保真不保真啊，我们都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分析的。对吧？保证它也存在这个年代断的准不准的问题，然后品相是不是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其实收藏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啊？收藏第一人责任人是花钱的人，谁花钱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任。它呢代表一个责任的承担，代表有没有做好勇气和这个经济实力，愿意为一件古玩付出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个保证不保证呢，我觉得是在于这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你要是特别这个信任平台，信任我们，我们可以给你尽可能做到保真的一个服务。但是这个信任如果是本身就打一个这个问号，我们说什么呢，哎，大家都是一个怀疑的态度，那咱就互相是一个逗闷儿猜来猜去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呢，我们说为什么这场邦瀚斯关注度特别高啊，因为这场邦瀚斯啊真的能做到一个90%的一个保真。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大多数呢都有一个这个确凿的来源，很多东西呢都是这个德国重要藏家收藏了这个几十年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值得去推敲。这场邦瀚斯啊，实际上这个行家关注度很高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东西的漂亮程度、干净程度是很高的。这里边我们用一个词叫做干净程度，其实有时候不是行家呀，或者不是藏家对于这个干净不理解。这干净是什么？这东西我洗干净了，那个打上点这个肥皂泡，对吧？那漂漂亮亮的是不是就干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干净呢是它一窝子出来，
东西整整齐齐，没有掺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干净。当然这么说呢，可能大家还是不理解，说是类似这种概念啊。但是行家说这干净，可能又有一个更深的因素，就说呢，他说这个五十件东西是来自同一藏家，但是在我的面前呢，那个外国老头这清清楚楚的站在面前，所有的这个藏品表现出什么呢？表现出他的一个经济实力，他收藏的品味，他要的东西的这个程度。那这个老头在我的这个脑海中呢，说越来越清晰，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真的有这么一个人。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拍卖，说你看这个是文物商店旧藏，那个是文革退赔，但是它里边所展现出的信息呢是很混乱的，是你看不到一个真实的藏家背后收藏这些东西的蛛丝马迹。所以说呢，这个干净啊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放在我们这古玩上或者一场拍卖当中，它一定呢是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就很快好多东西撤拍了，因为我之前看这场预展的时候，有好多东西我都埋价格了，就说呢也是要这个参与出价的，但是好像呢这回拍的时候呢，这几件东西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直接就出价人不多，所以这场呢真的是行情不好。因为呢像每次呢这个欧洲的拍卖周啊，其实还是中国这个行家会很关注的，会这个积极呢去参加一些新鲜拍品的这个竞买。但是现在呢看呢这个行情还是比较这个冷淡，没有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追捧的这么一个高潮。包括呢像你看这种香炉呢，其实是铜的香炉里边质量最好的，青花木风五色，个儿也大，品相也没什么毛病。虽然说中规中矩一点啊，但是呢这个也是所有的这个玩康熙青花的人都认的。这种香炉现在这个价格呢也还算可以，也还算是有人在这个出价，有人在参与，但没有达到这个惊喜的状态。这个就这个香炉而言，可以说呢是比它的市场价呢略低了一点点，略低了一点点。没有，当然买的不贵，没有说买不贵，给自己留出一定的这个空间了，以后出手还不会赔钱。你看这个轴头呢，就很可能会流拍了。这个轴头，以前我们这个古玩行里边老有玩笑嘛，说看谁家里挂了一个唐伯虎，对吧？然后呢，就说呢，我想要你这擀面杖，那个要这个要轴有用。然后那个老太太就把这个唐伯虎画给烧了，光把这俩轴头和底下那个擀面杖给他了。这个就是在那个画的下边那根横杆两边的瓷质的这个轴头。你看这个它估价太贵了，两个轴头呢它估这个5000欧元，相当于是5万人民币了，一个呢和25000人民币，那现在的就基本上没有人这个要出到那个价格。那我们看这个是它显示低于这个估价成交，它是成交了还是这个流拍了都有可能。实际上手里边会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底价，就有的呢是允许在底价以下落锤的，有的呢是在底价以下的是不允许落锤的，所以说呢，它这个拍卖师手里边还有一个这个精准的一个控制。所以说拍卖呢，有时候捡漏啊，是各种情况都有捡漏。你不能说你看估价太高了，估价10000美金我就不参与了，也没准人家7000美金就落，他手里可能允许他低于这个估价落锤，所以这也可能性也有。所以捡漏呢，往往要求呢行家也好，或者说是藏家也好，要充分的去准备，尽可能的去做好相应的功课，才能保证呢遇到机会的时候不会错失。你看这一幅画啊，画的呢是这个广州十三行，当时呢这个有点接近于我们说是这个广彩的一个绘画风格，它呢当时呢也是作为这种工艺品的这个画出口到这个西方的，画的呢是远景两幅。但这个书画呢本身我们不是特别的这个关注啊，看它的这个尺幅呢其实是很大的尺幅，2米多乘以1米多的一个尺幅。所以其实刚才呢这个重要的瓷器板块呢已经拍完了，刚才那个大多数是德国同一藏家的，后边呢其实要进入一个新的板块了。后边藏家呢是看门道，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跟看球一样，看球刚开始可能是观望，说这个你看你家踢的也不好，那踢的也不好，哎不如我下去踢。但是呢刚开始观望，可能有朝一日呢咱真下场去踢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踢的还没有这个职业运动员好。但是从这个观望到自己下场啊，它会有一个过程，尤其呢是这个古玩艺术品啊，其实每个人内心里边呢都会有一种热爱，只不过这个热爱呢它要结合自己的经济水平，结合自己呢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最后做出一个选择。
比如说刚才前面这场这个瓷器啊，都是质量很好的德国的这个同一藏家的这个瓷器。因为一场拍卖会呢，它不光是有一个委托方，它还有很多委托方。有的委托方呢是这个欧洲当地的，哎，有些呢是中国人到那边去送拍的，有些呢是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所以一场拍卖会几百件东西呢，它会分成不同的委托方提供货。刚才呢，其实他为什么把之前那个放在前面，因为之前那个是最光鲜亮丽的这个一个委托方，东西干净漂亮的，但那场呢拍的也很一般，也很一般，就是说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真实的大买家出现。你看现在这个盘子是一个这个外销盘子，这个盘子其实在以前我们这个郑永熙自己拍过一块，那个盘子呢是当时在嘉德拍出来的，差不多是20000多块钱一块。你看现在它单独的起拍价呢就是6000这个欧元，相当于6万人民币。这种盘子呢它是典型的西方定烧的题材，画的这个花卉特别细，它和当时的这个法国生物学家法布尔所出的那个昆虫集里边的一些内容是能对应上的，所以这个是很受这个西方人的这个文化底蕴所共鸣的一个题材。这种盘子不是中国人不买，但是欧洲人呢会买，因为呢它和欧洲的这个文化相关。我要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仿品了，而且呢可能就是这个近几年的这个仿品。但是我们看啊，这件器物它下边还有很多这个信息，比如说来源是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是欧洲的一个这个藏家，是吧？也没准呢是这个欧洲藏家呢，哎，2004年得自上述来源，也没准啊就是这个藏家呢可能2000年左右买的，哎，这种可能也有，但是到现在呢也才20多年，也有可能这个来源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确凿。因为呢我们呢看来源要结合东西本身去判断，像这种型呢比较怪，它这个釉呢是现在仿品啊可以说仿的最好的一种品种，通体这种开片，就算是这个摆在面前行家有时候要看半天才能这个看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种东西其实新老的把握是本身就是存在一个行家的难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关注它的这个来源，如果它有这个2000年以前的来源，有更早的出版，我们确实要关注它。但是像这件器物呢，它的这个来源呢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确凿来源，这种坑呢是特别容易呢这个新手小白啊，刚开始去国外买东西的人把这个东西当做老的，它的价格会很高。因为呢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割釉器啊，我们不是认为它一定是这个清代做的，有可能你看它写的命名就叫做这个仿官窑，仿官窑指的什么呀？仿南宋官窑，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是老的，我们有时候要想它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宋元的东西，如果是南宋的，如果是元代的，如果是这个当时所谓元代哥哥窑的，也没有款式，也是这种开片，它有没有可能是年份更早，如果年份更早的话价格呢就会很高，百万级别的东西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件东西呢就在不同的行家不同的藏家面前呢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有人把它当宋代的买，有人把它当这个元代的买，有人帮它当明代的买，有人当这个康雍乾的买，有人当晚清的买，有人呢是当这个民国的买，这些人对它都会出价，看上去很有迷惑性。因为我们说这个文人的东西啊，有时候要追求一个酸劲儿，什么叫酸劲儿啊？就这块歪一歪，那块扭一扭，对吧？这种就是一个这个酸劲儿。在这个拍卖市场上和艺术品市场上呢，我们追求极致的美叫什么美？叫一种病态美。其实这些东西就造型而言呢，是特别接近于我们对于病态美的一个定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会有人呢会把它当做一个极致的这个艺术品去出价。但所有的这个极致艺术品的一个前提，就这个东西一定得老，它这个价值呢才得以体现。如果是一个全新的，就是一块泥呢捏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形象，像一块浆啊，或者像一坨这个冰激凌啊，对吧？那样的话呢，即使这个形象再有艺术感，但是它没有这个根植的一个老的基础，价格都不会太高。其实这个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个价格很激动人心啊，因为22000这个欧元是这个对应22万人民币的一个价格。但其实呢从行家角度说呢，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悲哀啊。首先这种东西呢，无论是从行家角度还是这个从收藏角度，它是一个我们叫不正经，这个东西对或者不对，它都是一个不正经的一个东西。而这件东西呢，它其实从行家角度说呢，是新的概率很大的，包括现在我来判断这件器物，无论它拍得多高，对吧？从这个行家角度说呢，它新的概率都是很大的。
但是呢也确实属于呢有弹性有这个生意做的一个东西。我们刚才看前面有很多的这个真正好的东西，什么是所谓好的东西，明末清初的青花的一些这个艺术品，确实呢是我们可以看得明白的，但是呢市场呢不愿意去这个有真实的藏家去接盘。但是一些呢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呢，确实呢有一些这个行家去想去这个捡这个漏，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现象，因为呢它更多的呢是一种投机在里面，而不是真正的去用真金白银去收藏，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点。所以你看这件东西呢，它从估价这个2000到现在呢这个25000，实际上刚开始呢没有把它，就无论是拍卖行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当时的业务专家也好，也没有把它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呢，可能当时的这个拍卖专家都认为东西不是很好，就是上手的一些人呢也不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就说呢他拍了25000美那个欧元，到你付款的时候中间还有很多的变数，就说呢我们拍的这些东西呢，你真是让你付25000的时候你肯定要犹豫犹豫，你再要点详图对吧，你甚至你这个钱值得你到这个法国巴黎看看实物，确定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再付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变数。为什么说好多这个欧洲的拍卖行不接受一般的这个中国人免付保金的一个付款呢，就是很多非单的。然后我们现在借这个机会简单跟大家说这个珐琅彩，因为珐琅彩这个概念是很多这个藏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这边说几点，那个珐琅彩、元青花、汝窑，对吧，这三个呢是价值最高的板块，我管这三个板块呢叫做这个屠龙之术。不建议一般的这个藏友过深的去研究这三个板块，因为呢研究的再通透你没有机会去实践，哎，动辄这个出来之后几千万，你老想在这个小古玩店或者说小拍卖行花这个几千块买一个几千万的东西，这种机会呢特别的这个少，不是说绝对没有，是特别的少。所以说呢学的这种鉴定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屠龙之术，学完之后你没有地方去应用，它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来了一个这个珐琅彩真放在你面前了，真是要你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的时候呢你也不敢去下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叶公好龙。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研究这个珐琅彩，研究一些这个重要名品的时候，是介于呢这个屠龙之术和叶公好龙之间的一种求索，最后往往呢是得不到一个真正对我们生活或者收藏有意义的一个结论。我觉得大家呢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可以说的是先务实，因为珐琅彩这个概念啊它已经是被商业化，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炒作的过于的复杂，有很多和珐琅彩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概念都被炒作在里面了。第一呢是不要有捡漏心理，对吧，第二呢要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儿，不要做超出这个自己经济承受范围的这个事情，那样的话呢往往呢会得到一个呢事与愿违的一个结果。珐琅彩呢可以去关注，但是现在珐琅彩是这个概念越弄越复杂，复杂到了这个已经不是简单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一个过程，可能现在关于珐琅彩的这个信息90%都是附加上去的，附会上去的，能真正的这个珐琅彩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现在只不过已经这个附会的这个太多商业化的一种炒作的信息在里面，就使得让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呢难以找到一个真正落地的这么一个点。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就是说呢我们要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然后关注不同的这个品类，古玩呢就在我们生活这个身边，如果你一个月工资呢几千块三五千块，咱也玩瓷器，咱玩点瓷片儿，一个月呢，比如说呢，这个有大几千、10000块钱左右的这个工资，咱可以玩点民窑，青花的也行，粉彩的也行，五彩的都可以，都够得着。如果呢，哎，钱呢有点这个余额，一年呢能挣个30-50万，咱可以啊收藏一点这个小官窑，这个压力都不大，它呢是一个快乐收藏的一个过程。但如果呢真的是想用这个海量的资金，比如说一年我要定投个200万。这个或者说有几千万的资金，我真的想往这个艺术品里边去进行投资，要选对人，要选对你的合作伙伴，要选对和你的这个价值投资风险分担共进退的这种行家朋友也好，平台朋友也好。现在它实际上是一个缸啊，我们看到这块的器物啊和我们之前看的器物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叫做不整齐。你看它这块东西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前面呢都是这个明末清初的比较这个经典的这种青花釉酒红器，到现在呢有单色釉了，有这个粉彩了，
然后有这个杂项，它是贴成一角，地上一角。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前面那一块呢，是一个藏家的东西。那现在呢，开始进入了这个邦瀚斯的业务人员征集的东西。这里边呢，有新的，有老的，有这个不正经的东西。其实这个缸呢，我们一般意义上讲呢是不正经的。为什么说不正经的呢？首先呢，它呢会指向一个这个年代。你看，它断的是这个康熙，康熙时期这种缸啊，确实呢是有。这种器型，但一般呢最常见的是青花和青花釉红。那这件呢，它既不是青花也不是青花釉红，而是呢这个白玉暗刻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看不到这个纹饰。他说是康熙的，我们姑且按照这个康熙去理解，康熙其实这种型，但是康熙时候这种工艺的东西不多，而且白釉的东西呢传承下来的这个其实很少的，所以说我们还要看它这个来源是不是确凿。他说呢是有一个这个Hoffman Collection Berlin 这个1920年就获得了，这个看上去写的呢是比较确凿的一个这个来源，而且有一个出版，它如果有出版的话，我们说的这个来源确实是这个是确凿的。但是这个白釉缸确实很少，因为呢以前那种白釉缸它在什么时候会用呢？往往呢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个国外的拍品可以说的这个真实一些啊，就是说呢往往呢是办白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个礼器啊、祭器啊，往往会在这个地方用。因为呢真正的这个家庭里边平常使用的缸呢很少用这个纯白色，它这个本身这个图片也比较小，看不了特别清楚。但是呢这里边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收藏啊就是考验一个人的人生观，你要对生死有一个客观的认知，然后才能去善待每件藏品。因为这些藏品呢，你年份浅的它也是100年，年份久的几百年上千年都有。这里边呢一件藏品呢经历过多少这个古人的抚摸，那些人呢早已是这个灰飞烟灭了。所以说呢要这种很客观的很理性的一个人生观，一个生死观，然后对于古玩才会有一个认知，知道呢我今天获得它这个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一个出价过程中我掌握这些拍品，这点呢是这个很难得的，要把握住机遇。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所有获得这些这个藏品和拍品，它只要是老的它就很多的这个故人。现在呢是一个斗笔，这个斗笔啊我们刚看这个一对啊好像是看两根杆，因为它不完整，下边是应该有笔毛的完美的这个笔杆，前面有一对是青花的，当时是一对啊拍了15万人民币，那个15000这个欧元。这一对是粉彩的，它有款写在这个杆的上部分，是矾红的大金乾隆年制6字3行射出款。这是一对乾隆官窑的这个对酒龙。还有一个注意到，这种东西为什么少？因为正常人写字啊，人家不用瓷笔杆，太沉了。我们正常人写字要用毛笔，这个笔杆用的是这个运笔啊，这个转笔啊都很有这个轻巧感。但这个瓷笔杆我看上去不大，但你要用手写毛笔字的时候它会很沉。这个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东西它一定是特殊要求制造的，一定呢是有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一定呢是不惜工本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瓷质的官窑的一个。这种笔杆呢在大约10年前呢国内拍场上有过一对，那一对的价格呢其实也是在100万级别左右一对，所以现在的价格呢倒不能说高。因为青花的那一对笔杆没有款，那个呢也是官窑，但是我们收藏的认知是有款和没款的价格会差很多。有款的话那就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官窑，没有款的话呢在市场变现的能力上呢就会有一个折扣。所以现在的这个笔杆呢它其实也在这个冲击以前的一个拍卖的一个价格。以前像这么一对基本上呢是100万左右的。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古代的这个匠人啊给这个瓷器上写款，不是所有的这个古玩啊都有这个款制的，有些器物呢没有款制，让我们现在的信息错综复杂，不重迷离，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的。但有款之后呢我们至少有一个线索，那款呢就分为本年款、寄托款、尾款，分为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已有的古玩中呢去摸索，比如有的他写康熙，那这是不是康熙本朝的，他还是这个清中期的，还是这个清晚期的，还是民国仿的，这种可能性也都会有。但是一般来说有款就比没款强，有这个本年款就比寄托款强。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收藏瓷器当中呢很关注的一个点，也成为呢收藏瓷器当中的乐趣。那一个款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呢哪种笔体风格，比如
都是康熙的款，康熙时期哪个工匠的哪个风格和哪件器物上的款一样，都成为我们比对的一个线索，有点像现在这个刑侦犯罪啊，看这个笔迹鉴定。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个判断款式呢，有时候就像是看这个笔迹鉴定一样，只不过这是通过肉眼去鉴定。你如果找到呢，在这个古代器物上呢，同样一个人写的同样的款式和你熟悉这件一样，那基本可以锁定两个款式的这个时间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书法和笔迹鉴定和这古玩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点。东西本身也是不错的，而且呢，它也有一个这个德国的一个藏家的记录。其实我们有时候还要看，你看这个藏家呢，他和之前那个康熙那缸啊是同一个藏家。这个是一个这个 German collection， 然后它是1920年的收藏的，然后有一个出版记录。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呢，它勾勒出一个形象，就是在我脑海中，它会勾勒出一个德国老头的形象。在德国老头的家里边呢，有一个康熙的白釉缸。然后他手里边呢，左手拿一个笔杆，右手拿一个笔杆，哎，这个形象呢就可以渐渐清晰起来。如果我们通过一场拍卖，如果一个拍场中的几件东西都来自于同一藏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藏家呢勾这个几件藏品呢勾勒出这个藏家的一个品味，他的一个收藏，还有他的一个经济实力。比如说这个他收藏的笔杆显然是很有经济实力的，但有的藏家他收藏的可能没有那么高端，其实是我们来讲的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个藏家他收藏的东西都是晚明的这个民窑器，忽然有一个这个标尔，它的来源是一个乾隆官窑，那有可能这种乾隆官窑就是掺进去的，就不是这个人真正收藏的。那这个等于是一件东西呢，它不代表这个藏家已有的收藏